好啦，大家好啊，欢迎你嚟到个 Bang Bang Channel 啦。今日为大家讲解嘅咧就系呢条题目啦。好啦，事不宜迟啦，咁啊先望一望题目先啦。咁佢就话啦，叫我哋 simplify 呢个嘅就系 m 嘅六次方啦，就 over 翻十嘅 n 乘 n，OK， 就再乘翻成个啊，呢个就系五 n 二次，再 over 翻 n 嘅四次，到底系几多？好，咁啊事不宜迟啦，单张纸出嚟先讲啦。咁啊由于时间关系，科技都先进噶，咁啊咁啊就系咧成条题目出翻晒嚟，咁啊大家唔使期期啦，真心。可以望住嚟做啦，咁啊慳啲時間啦，非常方便啦。嗱，冇急，慢慢嚟。咁啊，嗱，先抄題目先啦。呢度首先就係 m 嘅六次方啦，就再 over 翻。好啦，下邊就係十 n。好啦，就再乘翻。好啦，呢個啦就係五 n 嘅二次啦，就再 over 翻。m 嘅四次，嗱咁啊呢度咧，我不如攞支绿攞支绿色笔同大家做一做啦，好嘛？嗱，首先咧，我会见到咧上下都有啲嘢弱嘅，嗱呢度有五啦，五一如五啦，五二咧十，咁所以咧我呢度变一，呢度变二啦，写好少少啊。嗱，跟住其后啦，攞支红色笔啦，好嘛？咁我就会见到咧呢度有 m 嘅六次方，即系 m 乘 m 乘 m 有六个 m 乘埋一齐。咁而呢度啦 m 嘅四次方，即系 m 乘 m 乘 m 乘 m 有四个乘埋一齐啦。咁所以上下约，不如下边就约晒四个啦。咁啊，上边就约咗四个，剩翻两个喺度。咁啊，即系下边变做一啦。好啦，咁啊，跟住之后，跟住其后，我攞支铅笔出嚟同你约一约啦，继续好嘛？咁就呢度有 m 嘅二次，即系 m 乘 n，n 乘 n 啦。咁而呢度有一个 n， 咁所以其实简单啲讲啦，咁啊呢度变一个，咁啊呢度约晒就冇噶啦，咁变一啦。咁啊，所以呢个位啊变一。咁所以我哋嚟噶啦噃。咁啊约完之后，我哋慢慢睇啦，就会等于乜嘢咧？咁首先睇咗上面同上面乘，下边同下边乘啦。首先睇咗上面先啦，就系 m 嘅二次再乘一。咁跟住之后唔好忘记仲有个 n 喺度啊，咁所以咧就系、是、应该上面就系 m 嘅二次，再乘个 n， 好啦，就再 over 翻下边，咁啊下边就系咩嚟嘅咧？睇睇咯，咁啊呢度就系二乘一就系二啦，咁啊呢个净系一啦，即系呢度成嚿嘢二乘一再乘一，即系二嚟嘅，咁所以最底下应该系二，咁所以终极答案都如无意外呢个噶啦，就系、是、二分之 m 二次再乘 n， 即系 m 二次 n 再 over 二 ，OK， 好，终于搞掂，咁所以正确答案就系睇下有冇呢个答案啦，正确答案就系见到未？见到未？哎，见到啦，就系、是、C。就係、是、m 嘅二次再乘 n 再 over 翻二啦 ，OK， 好咁就 check check 睇下大家今日有冇啲咩特別問題咯噃。嗱，如果冇嘅話咧，咁我哋就今日到呢度噶啦 ，OK， 好咁就多謝大家今日嘅收睇啊。嗱，希望下次有緣嘅話，我哋再見啦。嗯，拜拜。